来到了环山部落附近的一个恋恋风情，啊，这个是唯一一个 Seven， 啊，这间 Seven 呢只开到十点，很累。那现在九点半，我们等一下四点出发。哦，啊，在这种山当中看到 Seven， 感觉很妙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要住的恋恋风情。九点半左右到。好，谢谢老板，先让我们热身一下。啊，练爬楼梯有差哦。到了，这是三楼啊。我的早餐是冷鸡块，配合味道，配昨天的冷咖啡。我跟老婆出发喽。现在是4:50了吧，我猜。光找车位呢，就耗掉了20分钟吧，所以应该算是有 delay 吧。嗯，很漂亮。在黑夜当中走一个吊桥，有点可怕，又有点刺激。哇，我们从这边来，那我们来到自家养的登山口这个投递箱，投进去。现在几点？哦，谢，快5点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走的路。哦，飞条，飞条。好像现在来到一个穿过河谷的地方。好，现在应该是要到前面有一个地方可以左上。千万苦来到这边，待到人家的菜农区，没有捷径吗？菜农没有捷径，菜农也是这样来的。哦，走了半个小时，登山口都还没到。哇，菜农在种什么？对啊，哇，满山满野的白白的什么？哦，塑胶袋。哎，刚刚穿过农家，结果走错路了，白上坡了，浪费力气，又跑下来，哎。所以哦，不要随便去下载人家的 GPX 地图。告诉大家，最好的地图还是 MapsMe。哦，终于太阳出来了。哦，不然刚刚那么黑，好刺激哦，都拍不到。我们才刚过了河哈，溪呀，哦，啊，正正要往那个自家养的路上。啊，无告草，超级臭。哇，不过这都天然的，哦，
啊，农地。对啊，自家羊就在远方，好美，有没有？哎，走在这里真是享受，不用登顶嘛，甘弯啊，很舒服，都没人哦，那个自家羊，这么热门的山，我们路上都没人。我们大概走了3K，来到营地。意思就是说，在这边休息一下，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爬升。好可怕哦，已经耗掉一些体力了，体力都耗在那个迷路，真的很烦。在露营，这个是自家羊，刚走到4.4K。是哦。百岳有一种，只要叫大山的，都不要想说会太好过，你只能认命的喘，知道吗？喘是正常。刚过6.3K， 啊，从零到6.3，头一次看到景色，云海，啊，有没有 zoom in？
我累的感觉呢，跟我在3K 的时候差不多。对，翘臀。对，我从脚抽筋到现在都又不抽筋，又恢复了，感觉好像回到3K， 回到3K 又重新走一次这样，不错。现在6:03，然后登顶大概8:02吧，是不是？哦，啊，这是太太，厉害，每多一0.1都 very joyful， 太太好厉害啊！我们现在来到一个休息点，介于6.6、6.7、6.8K 左右吧，我猜。好，那这张图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地方，我怀疑就是环山部落，就是我们爬来的地方。好，看那个形状，跟 Google 上的很像哈。哇！三个小时前，我真的觉得我可能会放弃。我脚呢又抽筋又好了，又抽筋又好了。那当然现在可能已经麻掉了，没感觉，也没抽筋，所以今天攻顶是没有问题啦。哦，只是过程很累。刚过6.8K， 哇！有没有很美？啊？哎，开始看到大景啊，烈云海，很累，非常累，一定比玉山丹宫累。哦，发现什么？哇，7.1，太爽了！进入七字头，中途的美景。没心情欣赏，拍回家再慢慢欣赏。各位观众，这个点就是自家羊三角点，自拍一下，你看到自家羊快到了，现在大概爬了6个小时整，哦，起雾了，哦，好冷，这会不会就是自家羊大山三角点是吗？啊，快到了，老婆，不错，到了到了，耶！就在那里，喂，右边，右边，啊！
休息完之后，我们继续奔回停车场。我猜大概要四个半小时，五个小时，所以大概5点到吧，4点半5点，我猜啦。哦，但这比较不像西风，一路就一直下去，也没什么特别哈，也不太需要再拍了哈。这个就是早上出发的时候还天很黑哦，那现在天比较亮了，就可以知道这个景色很美哦。哇，好凉！你看，累到好想跳到那个溪里去。哇，这是我们路上经过的菜园。对啊，继续走。哇，还是很远，下了山还是很远。对啊，我身上全部都是苍蝇，数不清的苍蝇。这样可能看不出来，多到都不想赶它了，就让它停在我身上。终于看到桥了，我好想叫那个人载我去拿车哦，可以吗？哇，你看好漂亮哦！早上来的时候太黑都看不到。我要提醒自己，一次次、一次次快到的自我鼓励，结果三番两次都还没到。然后最后最痛苦的就是这些迷你碎石坡，哦，脚底有够痛的啊！终于看到吊桥了，凌晨黑茫茫，就是走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吊桥哈，现在还有光线哦，还好没有走到晚上。哦，好美啊的吊桥啊，你看。刚刚从吊桥登山口回到停车场，所以大概又走了快100吧，哈、哦。好累哦！哇，看到我的车，好爽，好爽！哇，好，下一个。